神希望我们都能获得永生，而我们要借着服从圣殿的圣约和教仪，也就是为我们自己、家人和祖先执行教仪，才有资格获得永生。没有圣约教仪，我们就不能成为完全。单靠愿望是不能进入神的面前的，我们必须服从律法，去以获得应有的祝福。